来到台北，很多人只知道清迈，可是，在清迈附近还有一座小城叫做清莱。来到这边呢，很多人就爱上了这里慢活的生活步调。可是，你以为清莱只有这样子吗？这一次，我们就一起发掘最时尚的一面吧。向上延伸至天际的牛角线条，乌黑神秘的柚木建材。这一位大胆前卫的艺术家将家的一部分开放给人们参观。四十栋独具风格的建筑囊括了来自世界各地有关死亡意象的动物皮骨、牛角、雕塑等等。除了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收藏之外，也可以看到艺术家豪气不羁的作品真迹哦。黑色就是最永恒的时尚，就像我一样，这个艺术家呢用了大量的黑色在他的艺术品里面。但是清莱除了有永恒的黑色以外，也有最经典的白色哦。现在这里呢就是清莱第一名的景点白庙，这个艺术家非常有名哦，他用全部白色来代表纯洁还有智慧。然后我身后的这座桥大家有看到吗？代表地狱跟天堂，走过这座桥就会从地狱来到了天堂。不过要记得不要来回走哦，因为你这样就会在天堂跟地狱之间徘徊。其中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设计中融入了超级英雄、卡通人物等元素。艺术家认为，不管你是哪种身份的人，在生命的尽头，皆要以同样谦卑的心去面对佛祖。别忘了哦，另外一个大看点就是这一座金光闪闪的厕所，一定要记得去上个洗手间哦。一早玩下来，不禁佩服起泰国艺术家们宏大的野心。即使以单一的颜色作为创作的基底，作品还是生猛有力，作用着不可忽视的霸气存在感。我们结束了早上比较戏剧化的黑白之旅之后呢，我也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清莱的茶园，一定要感受这个满满的绿，打卡拍一个照，然后呢点满满满一桌时尚的下午茶之后呢，就可以看见清莱不一样的面貌咯。看到这一只金色的狮子，是不是下意识的觉得口渴，想要来一杯清凉的饮料呀？这里呢，就是泰国最著名的圣狮啤酒旗下所开设的复合式乐园，在一望无际的自然景色之中，超适合全家大小一起体验田园生活，过一个简单的一天。在这里，我最推荐的就是登上高塔，顺着高空溜索滑行，迎着徐徐的清风，用空拍机的视角将清莱的明媚风光尽收眼底。吃完了清莱最近最流行的 fusion 料理之后，我们跟着人潮移动到地标清莱灯塔，一旁的周末夜市已经迫不及待澎湃上演，准备惊艳我贪心的味蕾。在这个夜市里有一个很贴心的活动，如果你跟我一样吃太饱的话，请不要害羞，就大方加入广场里的居民一起 move your body。跳着跳着，我刚刚吃下的负担全部都已经消化掉了。更棒的是，可以体验这个独具特色、深入日常的周末狂热夜了。